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父好。今天呢，时间来到了我们念佛班的最圆满的这一天到了啊。这几天以来呢，我们真诚的诵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名号哈，我相信大家最有了那种觉受那样的感应啊。感应我也讲到了，像昨天讲到了一部分啊。比如说皮肤变得对光滑润泽，可能眼睛会变得更明亮啊。之前老花眼啊，或者看东西很模糊啊，这两天就会清晰了很多。还有皮肤可能会变得更好看啊，皮肤啊，嘴唇呢 啊，这都有变化。还有呢，就是说讲到五岳朝天哈。也就是手掌上的五岳啊，这五个重要的点，可能会有的网友会这几天觉得有点产生微微的隆起，和之前的会有一些差别啊。还有呢，手上的皮肤哈，会变得更加润泽，还有可能对，从身体外在来说，也有特别幸运的朋友呢会出现功德朱砂，已经有来信说了哈，所以我收到好几位网友还说之前没有注意过有这个东西，就这两天好像就看到了，有的是手上，有的在脸上，有的在胸前啊，在当然说在哪个部位产生这个功德朱砂都是很吉祥的啊，有了这个功德朱砂呢出现的话，就应该说让我们更加如意吉祥，能够就消灾灭难啊，也代表菩萨护法神啊就在开始护着我们，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特别吉祥的标识啊。这些比如说鬼魔来的时候一看，哦，这可不敢碰哈，这是观世音菩萨护佑的人哈，我可别碰他，别惹他啊，别害他，对。会有很多啊，这些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很吉祥的这种感受啊，包括唾液变甜，对，我们讲到笼统来说叫甘露，什么大药啊等等的不同的名词吧，但是这个我自己的一些经验来说，这个真的很重要啊。那么因为我们在上课这个时候还会给大家讲一些知识啊，所以我们念的时间并不长，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那你在白天也好晚上也好，觉得清静的时候你就坐那儿就念啊，之后这个感受会更明显，效果会更好，包括什么气味还会有转变，之前身上的气味可能自己都有点不欢迎，之后呢可能气味变得清香啊，芳香啊，会叫人更容易喜欢你啊，这个不是图别人喜不喜欢，先是一个这是健康的啊，有些身心灵健康的其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效果，那往更高境界说，也许这是佛菩萨或者是神灵开始爱护你啊之后的一种反应，对。那么更重要的是，可能我们身体当中那些疾病无论轻的还是重的，有可能都在好转或者在恢复健康当中，或者是已经将那个大病可能给我们治好了，所以有这么多的好的效果。但就是这样，有很多人有好效果，就叫但是。但是，比如说这是个很要命、很残忍的病，现在我们修这几天很见效了，或者是我们再修三个月，就痊愈了，好了，那么之后还会不会再生出这个疾病来呢？这种可能性是巨大的。网友肯定问，这是为什么呀？
第一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基因。通常你的上两三代当中所产生过的疾病，就有可能在咱们身上都可能会留下来，就有类似的疾病，虽然不会一比一的在我们身上表现啊。比如说你上代人腰痛，到你这一代就是必须腰痛吗？不一定，可能是腿痛。但是有腰痛的这种遗传至少占了60%，对，就是这样。它虽然不是一比一的遗传，但是非常高这个指数。那么第二个就是业力。那么所以我们正念这几天佛又有了一定的作用，那我的业有没有消呢？学真物理，你们觉得有消业吗？有，有哈，嗯，有消业。但是消完了吗？那不一定哦，可能没有消完。那一定还消不完。对，因为我们生生世世这个累积起来，我们不一定都是为人哈。每一次来到这个世间活着的时候，不一定都是人，也许是其他的畜生类动物，都是可能的啊。就是我们成为各种各样的角色啊，成为各种各样的人或者是动物，我们对其他生命的伤害性也可能是巨大的。那比如说你上一代，你作为那种过去中国那个江湖上占山为王的那些叫什么土匪，土匪，对，名副其实的土匪。其实作为土匪一般都是受灾害害之后，这个通常呢大家都不是靠天吃饭吧，农民这个连年三年，比如说旱灾，那么农民就都没有饭吃了，女的呢可能不是给卖到哪里去了啊，男的呢要么偷盗，这根本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儿，要么偷盗要么就抢劫，就是这样子，反正没饭吃就饿死了。我就不如说我在这等着，万一路过一个富的商人，我把他杀了把财物拿过来，或者说我不杀人我只抢东西可以吗？因为每一个山大王有他的规矩，对不对？就是土匪啊，他有他的规矩，有的是只管抢财物不杀人，但是你非要和我打是吧，我抢你的东西你给我打，那我把你打死了不怪我啊。对，就但是不管你什么规矩的话，就是我们前世今生当中有没有多少次杀人无数？一定有无数次。还有一世呢，你是杀猪的，就是专业屠夫，你正好在一个城市当中居住，比如说过去是，就今天你成为一个城市的屠夫的话，我说只杀猪不杀人哈，那你这一天觉得真像手快一点能杀多少只猪呀？你啥都有研究呢？这几十头我不知道。如果是流水线作业的话，一个人只管捅刀子的话，那可能得上千了。上千，上千，对。你只要底下忙的人有那么多人能忙的话，嗯，只管杀，知道吧？掏猪肠子，掏猪肺，是吧？对，等等流水线的，流水线的，嗯。所以一天，屋里给愣了，给吓到了。对呀、啊。杀鸡的呢？你当时听过香港那个师姐说过吗？对呀、啊。对。他们把鸡拿过来就这样，就像好像切萝卜都没有感觉，这就是活的萝卜。拿过来鸡头一抓，咔一声，咔就这样，他也像个流水线似的砍鸡头。那有人说你一天得杀几十只，说那还要至少1000只，就拿过来咔咔咔，像个机器这样在那抡，他只管砍鸡头。所以他们家呢，他父亲当家的时候，对，是一个月在香港买栋楼。是吧，挣的钱，对呀、啊、这是人亲口说的呀、啊、是吧，是，所以他在咱这修，他来的时候就已经肝癌晚期，对，在我们活了8年还是10年、嗯、是不是啊，而且还没有痛苦，活到那么久，他们家人之前的没有一个得好死，全是短寿，而且他父亲到晚年的时候还把那个家业败光，还对，赌博了，买的那些楼都没了，对，赌博吸毒，败了，他父亲反正就是人间所说伤害自己的那些事他全给干了，所以辛辛苦苦挣了杀鸡的钱，结果让他全糟光了，可是后代没几个得好报应的，对不对？咱更不要说前世他的祖宗去超级大毒商，
中国的一半毒全是通过他祖父那儿导出来的，超级大黑社会。现在怎么样？30岁，打个喷嚏，肋骨断两根，就是这样子，走5分钟就能累死他。但是钱确实很多，要健康没有，对不对？早早就没了。哎呀，真是可惜啊！这些你们都认识了，对不对？对，是我们身边的人。没错了。所以我们说这些哈，没有见识的人说，哇，有那么厉害吗？这些人都在我们身边出现了，就是教育我们的。香港有一条街是他祖父的名字命名的，我们就不说是啥了。就是这样，严重嘛哈。所以我们修了几天，念了几天佛，啊，加起来没有几个小时，我们已经开始改变。我呢，只管引进门。修行呢，你要自己要投入，每天花一些时间，我们可能才能得到更好的改变和启发。对，那么我也知道很多网友说，比如说我腰痛的厉害，因为腰痛，所以我也上不了班，打不了工了，这影响到我的健康、幸福还有收入。所以呢，既然我念的话，就是念啊，菩萨保佑我，让我的腰别痛了。我一边念着菩萨名号，我一边就这么想，啊，这样可不可以呢？可以，你想谁管得着啊？但是这个效果并不好，因为我和你一样，我小时候就得病，就发现说，如果我肚子痛，那我就念佛，保佑我肚子别痛了。我觉得这个不好。我说结果不好，不管当时有没有作用力哈，结果并不好。哎，我说一个比较高尚的、很高级的念佛的心态，觉得你们觉得会不会太高了？给大家说的话，那是网友的荣幸。对啊，今天正好是圆满的一天，感恩师父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缘。我总觉得它挺难，但是告诉你挺容易啊。就是要有那种菩萨的精神，不为自己念佛，而为了歌颂佛，为了歌颂菩萨的慈悲而念佛。这种什么心态啊？还有为世上的一切众生念佛。比如说现在天灾人祸，全世界弄得乌烟瘴气，正是这个时候，对不对？所以不要为我自己腰痛肚子痛来念。你看多少人现在有些人吃饭都困难，是吧？乌俄战争啊，还有一些之前打过仗的中东地区，现在那个地方很多人吃不上饭，还有很多人战争之中，先别说政治问题，说谁对谁错，对不对？因为战争变成残疾人，根本没法去做农业生产，对不对？没法去做工业生产，所以家里的这些男人很多都残疾，那个地区那怎么办？吃饭都成问题啊！这今年春天到现在，要么干旱，要么一下雨就来个像往下倒水一样的啊，大水灾特别严重，是吧？接下来我们吃饭都是问题。所以为世界的平安吉祥，为每个人都有饭吃而念佛，让每个人都能健康而念佛。你看这个瘟疫弄得谁不防着点，每个人到现在还5个大口罩，是吧？啊，某国的总统现在说又感染了，一化验2个杠，哎呀，忧心忡忡，是不是啊？竞选总统就快难死了，老头快累死了，最后还染个瘟疫，他不能不见人呐，见各种各样的人士，所以他感染率最高，又不能不见，是吧？还有一些高级元首见了面还得非来个拥抱。这没办法，避不开的事儿，所以做总统也是个风险的事儿，是不是啊？还有别人还光想害他揍他呢，哎，真难了，这是为人之难哈。所以我们想到全世界人都在被瘟疫包围着，每个人都可能遇到不幸，都是有可能的。哪怕是有这个被感染治好了，也有人会落下后遗症，会有的，对不对？你看街上这个天气变暖，是吧？哎，冰雪融化，哎呀，这个，哎呀，粮食丰收又是个问题，接下来又是粮荒的问题，又来了，这么多的事儿，
所以我们心，我们的心打开一点，去望眼世界，说我们痛苦，和那真痛苦的人比比，我们根本就不算个什么事儿，对吧？而且这样想，为这个世界的啊平安，平静和平而念佛。哎，那你说这样对我有效吗？越不是关心自己，去关心他人众生的安危，对你来说帮助才是最大的，知道吗？那个才是真正为自己消灾消大业。你为了众生的安乐而念一句佛号，你看世界上光人类有多少吧？有上百亿了吧？啊，七十亿。你为这七十亿人口的幸福和平念佛，你念一句等于七十亿句，是这个意思。那你获得的这个能量加持是多大呀？那才是真是消灾灭难啊。哎，这个佛菩萨就喜欢你这样有这样心态的人。哎，这个别说你这个病好了，还让你发达。这个班上我们讲过，说有些青年人也不好教育，对不对？青春期是非多，这个不上学了，那个要自杀了。哎，反正这个不吉祥的大家都贴出来问我怎么办，其实我也很为难，这怎么办呢？其实尤其是咱自家的孩子是最难搞，不知道去怎么处理他，对不对？过去啊，家长啊就是直接要么嘴上教育你，要不棍棒教育你，现在家长都要哄着你，到了这个就是反时代了，是不是啊？过去都是男人当国王，现在女人一样当总统，是吧？他到了这么一个阴阳颠倒，但是开始到了这个时候了，现在到了男女厕所都分不清的时候了，他就是这么一个混乱的时代来了。所以我们子女教育又是个新问题，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多做些功德啊，哎，我们的子女呢能顺顺利利的啊长大成人啊，至少别学坏，哎，成为一个健康成长能够养家糊口过日子的人，也别图他大富大贵，对不对？能正常像个男的，像个男人啊，顶天立地，能干点正事儿。女的呢，要学点，至少学点正道，是不是啊？哎，做一个好女人，将来做一个好老婆，是吧？又是一个好女儿，等等的，你要做好一个人，难了。这么多的诱惑，那么多的引诱，那么多的刺激，越邪的越刺激你，对不对？孩子又不懂，就特别容易中圈套。啊，都像恶魔一样，哎，所以如佛所说，这是末法时期啊，歪门邪道，歪门邪道比正道还显得正，歪门邪道比正道那个诱惑力哈，超过1000万倍，对不对？你看吸毒，你明明这是害你的，只是你只要一沾两口之后就完了，你就得吸一辈子。你的酒那么难喝的话，是吧？那个非得。尤其是我们中国男人，正常白酒那么辣，对不对？它不像红酒，一喝到嘴里啊，辣得够呛，哎，还上瘾，还整天说见面见了老朋友一滴干两盅，对不对？那电视台天大做宣传，不管做任何节目，整天就是酒啊酒啊酒，弄得粮食不养人，常常酿酒，把人喝得个乱七八糟。本来咱们就犯糊涂，喝了就更糊涂，人狗不如。哎，这都是走歪道啊。社会在倡导着我们在走歪道啊，所以你怎么样去觉醒过来，做一个好人，少碰那些歪道，这就需要功德呀。哎，所以你要为这个天下一切众生来念佛的话，那功德巨大。哎，咱们这个后代子女哈，自己啊就像船到桥下自然直，哎，他到时候他就懂事了啊，对不对？他一样过青春期，一样是有反叛感，但是都没出大事，到时候就像小孩开窍了一样，就哎呀，好好的读个书，上个大学，好好的找个对象，好好找个工作，这多好啊！对父母亲也好，做个懂事的孩子，这个就要修来呀，就要有那么多的功德的基础来辅助，让你的这个接班人哈能够更好。所以那这怎么办呢？我们自己要往好里做。那年轻的小朋友来听我的这个
讲这些内容哈，你自己好好做好了，你觉得我讲的有道理，你就试着往那里走哈。你只要一顺过来，就像船掉了个头一样，立刻你的未来就不得了。年轻朋友们，想不想超过你的同学们呢？比如从财富，想；从智慧，想；从房子的大小，想；对社会的贡献，想；对人类的贡献，想。说你的本事有多大呢？不光自己能吃饱，对不对？你的本事能养活一万人，因为你的存在而让一万人能有饭吃，这个牛不牛啊？这多厉害，这才是真牛人呢，对不对？而如果让你自己的智慧努力，让一个国家的人有饭吃，哦，那不光是牛，是牛魔王，这太牛了，就是屋里没反应过来，这太牛了，这叫大智慧，那巨大的功德呀。所以有些国王总统就是那种智慧，让我的国民都是富富裕裕的过的。哎，你这是功德巨大。所以有一些君王，有一些总统真是个大福相，就是他的智慧让他的国民啊生活在幸福的这个国度之中啊。所以这一切，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人哈，一切皆有可能，对不对？今天你可能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咱们的孩子培养好了，有这么大的功德哈，他将来成为一个省长、市长、总统都是有可能的，成为世界首富都是有可能的，而就在于培养他对社会、对世界有一份责任感。你在为大家念佛的时候，我为全世界一切众生念佛，大家都吉祥，你这个意念平时你都会表达出来，你的孩子呢他就有了新的目光。哦，我妈都为全世界念佛，我不能光为自己抽了根烟呢、买了个新手机而高兴啊，我也为全世界的小朋友来念佛。哎，你看他的心胸跟着一起就带上去了，那将来这样的孩子就不得了，对不对？你看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一样，人家早年轻就写了我的什么我的愿望之类的，对不对？早早立下一个哎比较高尚的愿望，往那上头努力，说不定有一天就成为那样的人。对，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种为这个全世界的人类众生而念佛的时候，哎，我们的功德就大了。我们所期望的那什么，我要吉祥呀，我要让孩子升个好大学呀，什么今年生意顺利一点啊，也比这个要大无限倍。那么未来你的成就都是叫无法估量的啊，那多好呀，立刻就是从一个小毛毛虫变成一条巨龙哦，真是好哈，我自己讲的都很开心，这个大家应该听懂了学到了哈。听懂了，感恩师父。嗯，所以要这样的心态去念佛哈、啊。对，我别光啰嗦了，一啰嗦一下20多分钟过去，我太能啰嗦了，也是真佩服自己。哎，觉真先给大家分享两个好的这个故事哈、啊。好的，我们网友都特别感恩师父开这个班呢哈，这个受益可多了。先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纽约禅堂的如眠师姐。而非常感恩师父又带领我们念佛开示和教导我们。师父常说，在我们念佛的时候可以放一些吃的用的，都能接受到很大的能量。我儿子迟琴手上有皮肤病1年多时间了，皮肤不断的开裂脱皮，有时候都看到血了。一开始的时候呢，用药膏给他擦，一直没办法痊愈，而且反复发作，看了中西医都没有效果。在这个念佛班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准备了3大桶1加仑的水，准备念佛班圆满之后来给他洗手。但是那天看到他的手都在流血水了，等不及念佛班圆满了，我就用一个大杯子倒出来一些浇在他的手上。第一天给他洗了2次，手就有很明显的改变。帮他用加持水洗之前，我忘了拍照片了，所以这张照片呢是洗了2次之后拍的，这已经比原来好很多了。那今天呢是第二天，又用水洗了，手已经好了很多很多了，而且在手臂上一些很粗糙的地方今天也变光滑了，完全好了。
儿子说，太神奇了，看来都用不到三桶水了，非常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大加持。那么不仅儿子在这个班上受益呢，我自己也受益。最近呢，我的血压和心跳都不是很正常，特别累的时候血压就会飙升到很高，心跳也会很快。我每天都用三张加持纸，一张放在枕头上面，一张贴在颈椎的位置，还有一张贴在肾脏的位置。现在每天睡醒都是能量满满，血压也正常了，心跳也正常了，非常非常感恩师父，叩谢师父，叩谢观世音菩萨。嗯，哇，多开心啊。对，你看他这个，你都想不到哈，真是灵验。哎，因为有些皮肤病哈，有些真是某些药膏抹不好。对，因为很多人来请教我这个身上手上长那些疮哈，怎么弄哈，确实挺难的。结果这个他就在听课的时候弄些水就准备在那儿，对，结果没想到就有这个效果。对，加持水的作用多大。哎呦，真是。嗯，他如便师姐很懂的，你看他家那个不光是水，还有吃的零食，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厨房用的纸，你看，这么多都一起在听师父念佛号。哎，挺有智慧的。他这个现在这个照片哈，嗯，其实有一张你可能没找到啊，我们收到这封信当中，他在这个有那么一张那个手都烂得很厉害，对，那个照片，就是那个啊，很严重的啊。对，现在咱们看到的说他洗了两三次之后和到最后的那个照片了。对，刚才那个对比，啊，那个第一张不是那么明，那个对比真的是，那个，我们看到了好明显哈。对，现在这张照片不是那个严重的照片，不是那个手指头都是烂的，啊，是那个放大还是，其实你要把那个之前的那个手放大一点。对，因为你电脑有限哈。 对，放大你看那个手什么样。对，你看，对，嗯，对，多可怜的孩子，这个，有很多皮肤病非常难治的哈。师父他说这个都一年多了吗，我跟你说哈，在医学当中哈，做医生哈当中有一句话，那句话细节怎么说的不知道，但是这个意思是呢，说这个医生就别看皮肤病。嗯，对啊，医生别看皮肤病。嗯，你谁看谁倒霉，就医生本身就倒霉。哦，看不好接触会传染。不是怕传染，而是看不好。嗯，这怎么说呢，还什么内科不看喘是吧，就反正外科反正就不容易治吧。对，好像是这么个意思，那么个意思。对对对，医生里这么流传的，就是就看不好太难。对，因为往往皮肤病不仅仅是皮肤的问题，可能是其他的某个脏腑啊，或者综合性脏腑，还有是情志的问题，对不对？是是。所以它很多问题造成的皮肤的一个表现。哦，外科不看癣，皮肤不看癣，内科不看喘。哦，对，就是这个，差不多，挺押韵的。皮癣，对，嗯，对对对，早胖不是胖，后胖压倒炕。对，太牛了。嗯，好。对，但是说这个不是故意顺口溜，皮肤病是一个是特别难治，对，还有那时候临时有效，过两天又犯了，嗯，就是这样的啊。嗯，对，所以皮肤病不好治的，是啊。对，所以呢，我们纽约的是如棉啊，他在哎用了这个方法，因为他想到这个方法，因为孩子有这个病嘛，是呀，嗯，所以他就赶快用，对。结果还真灵验了啊，真开心呢。哦，真好哈。对，嗯，所以像有这一类的皮肤病的人啊，你饮食上要相当注意。嗯啊，最好尽量不要吃容易产生海鲜，不能吃。对对对对，嗯，海鲜呐，啊，对，酒呀，对，辣椒呀，羊肉啊，羊肉啊，嗯，哎，什么，好多都，对，好多容易发的啊，嗯，还特别甜的水果啊。对，嗯，好多都不能吃的，嗯，啊，对，要么一吃就容易让他那个雪上加霜，就会，要吃清淡的，嗯，多吃蔬菜。对，那，嗯，将来看有没有机缘呢，我可以给私下再告诉你一个我的一个小小的偏方哈。好的。哎呀，我的偏方太邪门了，所以说多了大家都懒得记了啊。大家在温哥华禅堂。我遇到的人说，哦，给你个偏方吧，他又说另外一个问题，说再给你个偏方，哎呀，他都晕了。过两天问你用了没有，
哎，就是听多了，听多了就不重视了哈。嗯、对，如眠师姐会重视的。嗯，所以呢，纽约的这个如眠师姐那个呢，我们私下联系一下，告诉你一个还可能有作用的一个小方法哈。感恩师父。我教的方法都很简单。嗯。但如果有效，就一定会很有效。对。啊、嗯。好，不错哈。真的。哎，这个开心。不错不错，很有悟性啊。对。好。有礼物哈，嗯，给妈妈跟儿子，尤其儿子啊，妈妈和儿子哈、嗯，好，这个儿子这个呢，我送你一个念珠哈，嗯，妈妈的哦，妈妈的给一个老佛珠啊，哇，真美、嗯，好，这样子哈，哎，祝你们全家呢都能如意吉祥、健康长寿哈，哎，希望这个如眠的儿子呢，这个一定要。早日的恢复健康哈、啊，收到、嗯，感恩师父。好，好，接下来是来自于洛杉矶的贝厨、嗯，他是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祈福灯，帮助儿子有惊无险避了一趟车祸。嗯。在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念佛班的开班前，就是7月14号，我为远在家乡的儿子供了一盏祈福光明灯，祈福佛菩萨为他开智保平安。就在我供灯的第三天，儿子视频告诉我他身上发生的奇迹。他和亲人到北方的小镇避暑，借了一辆电动车，驶在一个大下坡的路段时，突然刹车失灵了，车速越来越快，眼见一辆大货车从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另一边疾驶而来。危急时刻，他从速度已经很快的车上跳了下来，摔倒在路边，车冲出去很远，他只有单侧的手臂和小腿有一点点擦伤。他告诉我说，当发现刹车失灵又要与大货车相撞的那一刻，他没有慌乱，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拖着身体轻飘飘地落到地上，周围的人都吓到了。庆幸儿子有惊无险的经历，我知道是师父和观世音菩萨又一次救了他，感恩尊贵的师父，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嗯，你看这个多好，我们这个班上分享了蛮多车祸哈、嗯，这个有惊无险遇难成祥的，是、嗯、他也是，他说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拖着他，对，身体轻飘飘的落到地上，是哇，而且就是供了咱那个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灯，对、嗯、对，菩萨就护着他了，真的得到了。我觉得他不是个巧合哈，不是，因为他那个电瓶车突然失灵哈，那吓人，这种大下坡，对，而且是吧，大货车还过来了，对呀，又有大货车冲过来，嗯，他跳下去，你想那个冲力多大呀？对呀，哦，把他带的那个摔伤很正常的事，对呀，对，嗯。所以就几乎没受伤，是就是啊，他觉得轻飘飘的、软软的就，对，就趴在那儿了、嗯，就没事儿哈。对对，嗯，哎，是，就不可思议，还是避过了这一难，嗯，这个凶的难，嗯，真是好哈，真是，对、嗯，所以这个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应该什么呢？闻声就苦呀，对，哎，一看听到了他妈妈这个妈妈为他求这个点灯祈求哈，求平安，哎。就是保护你全家人，真是哦、嗯，儿子遇难成祥，嗯，是，嗯，有福气哈，有礼物吧，有礼物，哇，你看，哎、这个妈妈做的好哈，妈妈做的好，是妈妈做的好，对，是，拿个给妈妈拿个衣服哈，哎，来来来，这个给妈妈拿个红的吧，哎，好，我看给他那个儿子呢，也行啊，也来件衣服，给一个护佑的吧，也来。啊护佑的哈，对，这样好，嗯，护佑的这个首饰，嗯，天天佩戴在身上，让儿子对，嗯，这个小不小呀？不小，不小哈，不小，这个、好好好、嗯，咱们这个都挺哎，这个红色琉璃的哈，嗯，这个佛珠哈，嗯，哎，戴在身上哈，好，好，这个佛菩萨保佑你们全家人如意吉祥哈，嗯，大富大贵。
感恩师父。好，那也提醒所有的网友们啊，这个菩萨，观音菩萨保佑我的这个灯啊，这个祈福灯啊，就是到今天我们温哥华晚上24点哈，就圆满了，应该还有5个半小时啊，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求，为亲人、为自己、为你的朋友的哈，都可以点一盏灯，祈请佛菩萨来保佑。好，那接下来呢，再给师父给网友带来一个小雅的分享，功德让妈妈吉祥安康。师父好，在这次念佛班上，我修的内心清净喜悦，没有烦恼，还总想对家人表示好感，表达爱心，而且感觉精气神充足，不犯困，不觉累。师父在班上讲到一人修行全家受益，我想到了我妈妈和她的娘家人。妈妈的大哥60出头就病逝了，妈妈的大姐中风加糖尿病卧床20多年，在病痛中离世。妈妈的二哥60多岁癌症去世。妈妈的大弟尿毒症，现在每天身上还挂着尿袋。妈妈的小弟前几年肺部做了手术，现在身体也不太好。几个兄弟姐妹都是被病痛而折磨离世，或痛苦地活着的。而我妈妈则不同，虽然以前妈妈身体也爱闹毛病，总吃药，但我学了菩提之后，为妈妈念佛、点灯、做功德，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好。她今年80岁了，每年体检各项指标都特别好，就像年轻人的体检报告，而且精神头也好，两眼炯炯有神，记性也好，从来不忘事儿。所以我认为，要想做个孝顺的孩子，就要来学菩提，这是一条很好的途径。还有一个小细节，以前妈妈会突然莫名其妙的打哆嗦，我也有这个毛病，坐着好好的突然打个哆嗦，尤其当我和妈妈坐在一起时，我俩会突然同时打哆嗦。那我学了菩提以后呢，我和妈妈的这个毛病也都消失了。还有我住的小区里有20多棵玉兰树，其中有一棵离我家最近，就在我家南边的窗外。这些玉兰树都只在春天开花，其他季节不开，唯独我家窗外的这棵玉兰树，由于每天听师父的声音，夏天秋天也开花，虽然只开4-5朵，但是接连不断，此起彼伏的开，枝头总有花，而且是树北侧的枝头开花，因为北侧是最靠近我家窗户的。在这几天念佛班上，这棵玉兰树开的花比平时多了2-3倍呢。师父的殊胜能量，窗外的植物都能接收到，那我的房子呢，我的身体呢，不知收获到了多少的吉祥啊。弟子真诚感恩师父，感恩佛菩萨。哦，真是一个孝顺又聪慧的孩子。对呀、啊，我觉得他特别能举一反三，对，会应用。对、他前面也讲了他娘家的这个遗传基因也好哈，这个好惨的，哎呀，真的不容易啊。关键他就是这妈妈娘家那边，从健康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好人没有？没有，全是这种。严重的问题，重病，对，全都要做手术啊，做手术。是的，对，啊，对，那事实上，接下来会他弄成这个遗传基因之中啊，也有一些危险指数哦，啊，对。可是这个妈妈呢，很健康，很健康，健康长寿，对，对，还两眼炯炯有神，对，脑子记性80岁还记性特别好，对。他尤其是讲到一个细节哈，就是妈妈有时候噔噔就抖一下的，哎，对呀，抖一下啊，就他呢，作为他也这个孩子也是那么抖，对，你看遗传过来的吧，对呀，哎，那抖一下不是个爱好吧？不是，不是，谁爱这个呀？哎，所以一般就是脑的问题，不是脑就是肾啊，对，一般是由肾引起的脑神经的问题啊，对。他就是还有人那个脸就是往抽一下，我见过那样子的哈，有，但是而且没人治得了。还有那个眼皮跳，眨眨眨眨，整天跳，对对，所以这些都没人治得了，没人，只有都练好了就。对呀，哦，真的不错哈，小雅的这个故事挺好的哈，挺好的，这个非常好，我们来个更厉害的礼物哈，哦，哎，
你把咱这个金色的那是个如意的一个样子吧哈。哇哦。哎。得再拿一个给他娘俩啊。对呀。给小雅赶紧给他妈啊。他拿一个别的别都拿那么贵的，你这孩子他动得了。对呀、啊、我这都哇哦了都。就哇哦。我替你哇哦。哪个都很贵重啊。配一句是。嗯。好，这个小雅，哎，小雅的妈妈带这个如意，如意吉祥，这个啊，五彩佛珠给小雅带哈、啊。哎呀，真美呀、啊！祝你们全家如意吉祥哈、啊，收到，长命百岁哈、啊，收到，感恩师父，好，太吉祥了，嗯，好。下面是澳洲的木匠师姐，木匠师姐，她的分享是奶奶都不用做手术了。师父好，我的奶奶今年75岁了，她自打年轻时就开始修佛，到老也很勤快，每天都会念佛诵经。几年前在老家的奶奶检查出多条心血管堵塞，情况很危急，需要立即做疏通血管以及心脏搭桥手术。奶奶是报喜不报忧的，没有和远在我澳洲的我们提起一个字儿，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妈妈是位诚心的佛弟子，一直以来都在为家人做功德。妈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奶奶供奉了菩提的灯，希望奶奶身体安康。到了做手术的那天，奶奶躺在手术台上，医生再次查看时发现，哎，堵塞的心血管奇迹般的不堵塞了，很通畅，完全不需要做手术了，真的是太神奇了，感恩佛菩萨，感恩师父。你看一个老奶奶，就是其实是奶奶的心脏病已经很严重了哈，都堵塞要做心脏搭桥，这是心脏的大手术了，可是奶奶都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的子女和孙子孙女，都没有提过这事儿。实际上是这个孩子的妈妈很孝顺奶奶，为他点了灯，当然奶奶自己也是啊念佛的人哈，念佛诵经还是一个学佛之人，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奇迹哈，不谋而合，居然就让奶奶已经其实约好了手术的日期，都上了手术台，一下子就发现原来都堵塞的心血管现在完全通畅了，都不需要手术了。哇，这太神奇了。你看我们的木匠小朋友是不是很有孝顺心啊，真是好。他的妈妈也是很孝顺的、哦、真的很好。哦，木匠还比较年轻哈、啊。是、哦、应该还是一个年轻人，20岁左右的年轻人吧。哦，这真好哈、啊。嗯，这个菩萨护佑。他们一家三代，木匠是最年轻的、然后其实他妈妈也非常好。给奶奶点灯、哦、奶奶自己也是念佛学佛之人。哦、这真好、啊、祖孙三代都很好，很有缘分呐、啊。那我们得给三个礼物啊。哎呀，太好了，师父最好了、这我说走嘴了、好吧。哇、哎、我觉得是好赞叹呢、随喜赞叹木匠。 三个回去自己分啊，看谁权力大就拿个最喜欢的、啊、先捡着奶奶挑、哎、祝木匠你们全家人哈都能够长命百岁，如意吉祥，幸福快乐，收到、感恩师父。 还有这个网友明光带来的、哎、他说菩萨为我赶走了妖魔、哦、要听一听哈、哦。师父好，非常感恩师父，这次的观音菩萨保佑我念佛班，让我避开了一个非常致命的妖魔。这一次念佛班的时候呢，我工作很忙，但是晚上还是尽量的跟着念佛，平常也常常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每天睡觉的时候也循环播放着师父诵唱的观世音菩萨圣号。课程的第二三天，我工作中常常出现奇怪的错误，自己也总感觉有一种黑色的影子似的，但又并没有看到什么，我觉得不对，就赶紧在菩提禅修学院网站点了大灯供养师父。当天晚上临睡前，我莫名的看着脚头的被子，总觉得脚有点凉飕飕的，快到凌晨的时候，我忽然感觉脚掌有尖锐的好像是动物指甲刺入的痛感，睡梦中意识到这个不好，
但是却动不了。感觉越刺越深的时候，情急之中从我的嗓子里蹦出来一句 Go， 就是英文的滚啊，很大声，像是呵斥一样，居然还是英文。但这并不是我自己发声，我一下子醒了过来，还有点惊魂未定，但是身体并没有痛感。我定定神，佛号还在继续，我赶紧拜谢师父和观世音菩萨，这一生一定是师父和菩萨在救我。我是敏感体质，以前也有过梦魇，跟随师父修行后就非常少，这几年几乎没有了。我想这次来一定也有什么原因，但是明显感到身体感受基本正常，并没有很疲惫。我想这也是师父和菩萨的加持，以前梦魇的时候头会很沉，几天精神都很差。心里真是太感恩师父了，又救了我一命，还要继续跟着师父好好修。这是明光啊，不错哈。因为很多人都是会有这种梦魇的这个问题哈。啊，之前咱们都讲过很多个案例哈。是，对，这个就是说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对对对。但是呢，有的人他就习惯性遇到。哎呀，那可糟糕呀。对，比如说一年有若干次，嗯，这个对身体的伤害就很大，非常大。那也有人说它是一个梦而已，你不用在乎。你这是只是议论说话的人，对不对？但是做那种梦的人呢，就觉得如果晚上有这种事，你第二天就非常的疲劳。是的。如果是一个简单的梦，怎么会有那么疲劳呢？对。甚至都觉得心都累得慌。疲劳还恐惧。对呀、啊。心都。事实上来说哈，就是你那个疲劳是你的能量被别的东西吸走了。是的。是这个意思，讲的直白一点哈。对。是这样。对，那么严重者会把你这个人掏空的。对，嗯，就是这样哈、啊嗯。所以呢，这个明光小朋友呢，哎，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经历哈、啊。对，还真是挺好的。对，他描述的还挺细致的哈、啊。他就很有意思嘛，就是还就是听到一声英文的 Go， 就是对，就给可能那妖魔啊听得懂英文、就是。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师父跟菩萨就经常划线哈，就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嗯、我也跟师父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以前有一次梦魇经历就是这样。在温哥华禅堂刚刚学禅修不久吧、嗯、几个月吧认识师父哈、嗯、啊也是就很感恩师父、嗯、然后我从小就很怕蛇、嗯、哎呀一看都吓得不行，有一天夜里就是做梦，梦见一条大黑蛇，大黑蟒蛇，哇，就把我就是要盘起来，给我吓得我就往里缩缩，我也缩不过那蛇呀，它就盘过来了嘛、哦、哇，吓得我都不知道魂飞魄散。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头顶上空就这个位置就出现了师父的声音、哦、然后非常洪亮，但是是用英文说的、嗯、You have power、嗯、哇，然后我当时我心里我做着梦又怕还想 Oh my god， 师父怎么还用英文跟我说话呀。对，然后 You have power 就是你有法力，你有灵力，你有能量，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我心想我有啥呀，但是就是这一想之间哈，就是这一刹那之间，我就非常自然的就用手这样唰往外一比，就是一把大剪刀的样子，然后我就去比向那个蛇头、嗯、我这手刚一伸出来，那个蛇唰就没有了，一下就没有了、哦、对，哇，我当时要多感恩师父啊，真是的、嗯、对，到现在都记得这么清楚，深深的感恩师父。哦，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个经历哈、啊、对呢，师父还梦中还老说英文、哎、看来还不光是我、哎、这明光也这个也是够。对，其实前世我在英国待过、啊、知道了师父。对，就你还第一次说你用剪子手。是对，原来这个东西不是耶，是剪子手，剪刀手，剪刀手，这好厉害、啊、你再过来就剪死你哈、啊、是、啊、有小舌头嘛哈。 啊我以为是猪八戒大耙子哈、啊，还挺好玩、嗯、啊，所以真是师父时时在身边的、嗯、好，咱们那位明光小朋友哈有礼物哈。好的、嗯、哎，这个礼物他的这个再送他一件那个 T 恤衫，我建议你睡觉的时候穿、哦、啊，找个棉的、哎、护佑他、啊、棉的，嗯，对，
我们网友还提醒觉真师姐应该有个礼物哈，精彩的，免得这个就这个吧，这个给明光小朋友哈。哎，对对对，这个很好。嗯，这是我画的树哈，金银树。哎，对，不管你男女的，尽量大一点，你当睡衣穿哈，睡觉的时候穿上的啊，比较好一些哈。这个小佛珠戴上它，美美啊。对，美美的哈。嗯，好，佛菩萨会保佑你哈，一切平安吉祥哈。嗯，感恩师父。好，嗯嗯。好，哪个贱嘴的网友说给觉真给一个？对对对，好吧，我得感恩一下这网友，真是今天赚了，今天赚了。这个 power 的厉害啊，真是，因为第一次讲这个挺好玩的，还是啊。是，好，送你一个掐银丝的天珠吧，哈。感恩师父。嗯嗯，好，祝你下一次之后把剪刀弄长一点，再来问剪好几段。收到，感恩师父。嗯，好，接下来是来自于我们白莲的伸手师姐分享的因灵得度，不再怨恨了。嗯，师父您好，我叫伸手，和妈妈都来自美国白莲禅堂。我想分享一下我和妈妈的事儿。我是80后，我出生的预产期刚好是端午节前后，因为当时医院没有医生在，所以安排了妈妈在端午节的前一天剖腹产。上手术台那天，八十年代医疗设施供电不稳定，医生刚切开肚皮把我拿出来后，手术室就突然停电了，医生什么都做不了。我母亲就这样在手术台上肚皮被切开并且流血30分钟，因为这样我母亲的身体就变得很差。幸运的是母亲遇见了师父，一直坚持跟随师父修行，没间断过。现在她的身体比很多年轻人都好，样子也看不出来快70岁了呢。我是母亲怀的第3个孩子，在我出生前的2个孩子，一个夭折，一个流产，后来又因为当时计划生育，在我出生后母亲又怀的2个孩子也被迫人工流产。从婴儿时期我就是个夜哭狼，妈妈就没有睡过安稳觉，而且在我拜师前我身上总发生各种大小事故。最严重的几次是在我5岁前，我曾经2次从2楼摔下来，导致了脑震荡。有一次妈妈不小心踩到了香蕉皮，摔了一跤，刚好坐在了我腿上，我的腿骨被坐断了。还有一次爸爸骑自行车又不小心把我甩到地上，我的小腿重重的又磕到了一个凹陷的坑。哎，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睡觉总是会梦到同样的梦，我被一群奇形怪状或只有头或只有身体的孩子追赶，追到我走投无路，只能选择跳楼，不跳的话就会被他们抓住，死路一条，选择跳楼可能还有出路，一跳楼我就惊醒了。2011年，我很幸运和妈妈到马来参加菩提禅修课程。在拜师的前一天早上，妈妈为阴灵和冤亲债主点了超荐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每天在洗手间洗澡都是很稳的跨进浴缸，但是拜师前一天的周五我去洗澡，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重重的摔倒在浴缸里，把手和脚都扭伤了，超级疼，一度怀疑我都骨折了。看了医生之后幸好没有骨折。我把这事儿告诉了一位有些通灵的师姐，师姐说就是有人推了你一下让你摔倒，大事化小，从此作罢。第二天早上我很感恩也很激动，成为了师父的弟子。下午的时候妈妈练大光明的时候，仿佛看见有小孩子们蹦蹦跳跳带着笑声对妈妈说，妈妈我们要走啦。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梦到过有小孩追我，大小事故也没在我身上再发生过了。今天观世音菩萨保佑念佛班上，我突然想起妈妈流产的孩子，
我深深地忏悔，我的出生剥夺了他们出生的机会。我一边忏悔，一边哭得稀里哗啦，祈愿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慈悲接引他们到极乐世界离苦得乐。念佛圆满后，我整个人感到身体很轻盈，容貌也变美丽了。感恩师父给予我们念佛供灯这么好的法宝，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一直护佑我们全家。啊，你看这个身手，他的那个小时候发生的故事还挺崎岖的。对，啊，对，他这个多灾多难，嗯，真的是从楼上摔下来，哎，两次脑震荡，对，摔成，然后二楼摔下来，啊，真是挺厉害的。他先声明了，嗯，他是有点敏感体质，哦，所以他呢就有这么多的体会哈。啊，哦，是，对他这种故事好像就是他妈妈那个。不论是夭折和流产的那个孩子兄弟姐妹们对呀来找他麻烦对呀说你在这儿说妈妈的好宝贝我们都死了对呀就要么没头要么没胳膊对所以就来找他麻烦对，哎嗯就是，他做的梦里也竟是这种孩子，嗯，没有头啊，嗯，或者没有身体的孩子在追他对而且他梦里就是他只能跳楼，嗯，他只能跳，所以他实际生活中也是就从楼上摔下来两次嘛，嗯，都是这样的对，嗯要不然的话呢是吧那他就不可设想对，啊，他不敢想他也就跟他们为伍了呀就变成是就会很麻烦对然后他们把他接走了就会 嗯， 嗯对所以这个还真是哈，嗯，这个一般人遇不到的哈只有少数人才能遇到是对所以说你做经常做某种噩梦是有原因的嗯像他这个原因就我们看得很清楚 很明确了对都是一些婴灵的孩子 嗯得到解脱了对呀，啊嗯，他妈妈是点灯送走了婴灵而且拜师成为师父的弟子修法修炼对对得到护佑得到护佑，嗯，又超度了那些婴灵对实际上他那些兄弟们也给超度了是呀是多好嗯不，嗯，错不错给礼物伸手对给礼物嗯伸手嗯给你个天珠吧好嗯给你个五眼天地珠哈天珠，哎，就能够，凡事遇难成祥，嗯，啊，嗯，这个佛菩萨助神护佑你啊，嗯，一切如意吉祥。嗯，收到，感恩师父，嗯。接下来是网友小芬跟我们分享她的观音送子的故事。小芬生了两个女儿啊，那么大女儿都15岁了，二女儿8岁。在5年前呢，她还想生个男孩。而且呢，小芬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姐，姐姐也想生个男孩，还有一个表姐也期待着生孩子。那因为学佛呢，小芬就在家里供了送子观音，每天求佛拜佛，想要一个儿子。哎呀，真奇怪的呢，是那一年她生了一个儿子，她的这个双胞胎姐姐也生了个儿子，而且两个孩子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她的表姐呢也在同一年相差几个月也生了个儿子所以小芬说这也太灵验了没想到一年内他们家生了3个健康的男孩真是吉祥如意呀、啊！感恩观世音菩萨送子对这个听起来很神吧很神好巧、哦、还同年同月同日你是生了一个这个你说觉得是不是保佑还勉强这、啊、3个一来就3个对呀、啊对， 对，就心想事成，这乘以3，你说对，真是不得了哈！真是，正好就是有3个女的等着生嘛，对，所以就来了3个、啊是，所以家里是供送子观音，对，供送子观音、啊。更神奇的，他那个同胞的姐姐生孩子和他同日，同年同月同日生，对，他跟他双胞胎姐姐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什么叫双胞胎呀？对呀、啊，是我说怎么这么巧合呢、啊？但是呢，他们结了婚，各自生孩子，可是那一天。同一天、啊、对呀所以这些神奇哈、啊、真神奇、哎、让大家觉得那不是一般的巧合机缘对缘菩萨是为了让大家得到教育是、嗯、对所以呢这个观音保佑我们哈其中一个就是观音送子哈、嗯、这个非常的灵验哈对到我们这儿来修行多少人不生育的女士们在这儿很多少生了宝宝了太多了都数不清了对对是
现在应该说菩提那个大宝宝应该二三十岁了，都都、那么大了，对，是最早的那个，现在还在继续中哈、啊。大宝都快生宝了，对，那是是到了那个年龄了，就是，对对对，嗯，是真好哈，真好，嗯，给他个送份礼物，有礼物，小芬，小芬，嗯，哎呀，这个彩色的这边不多了哈，这么他那有三个人呢。三个小宝宝，是吗？关键是三个妈妈送给三个宝宝，送给三个妈妈，送三个宝宝吧，送三个宝宝哈、嗯，那就好办了、嗯。送三个宝宝，这我们又特别小的那种小小吉祥物。没事儿，这个妈妈们都可会给宝宝带了、嗯。好了，这三个小天珠哈，哇、哦，哎，三个小天珠。太吉祥，送给三个小宝宝哈，太吉祥了吧、嗯、吉祥，这三个宝宝又在同一天得到师父的天珠礼物、哎、你说好了、哎、祝三位小宝贝长命百岁，收到，如意吉祥，收到，健康成长，收到、嗯、太棒了、嗯、佛菩萨护佑你们，嗯，好，感恩师父，真好玩啊！对，现在想跟您分享的是一位还是很新的网友哈，嗯、他也是非常新的，听到了师父这个直播的一些教育，嗯、他就立刻受益了、哦，所以也想跟您和网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好，好，孩子与佛师，我的孩子初三毕业，本来要去新西兰读高中，但是由于疫情没有办法入境，我就带着孩子在泰国上学生活，并等待边境的开放。孩子在这里上网课，英语方面有差距，没交到好朋友，特别孤独，就慢慢的开始沉迷了手机游戏。我看不惯就会说他，他正在青春期，情绪本身就不稳定，一下子变了一个人，我们争吵越来越多。我就每晚睡前请佛菩萨给指条明路，我该怎么办？我很无助。几天后，我就在 YouTube 频道遇见了您，听您幽默风趣的开示，和您一起念诵佛号、念经，您优美悦耳的声音直达我心灵深处。每次念完我都泪流不止，但流完眼泪，身心无比舒畅。每晚也会感恩师父，跟师父学习才不到两周，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顺利地办好了所有繁琐的手续，入境新西兰，我更加相信师父法力无边。所有事情都办理好了，孩子又不太平了，一会儿说不想念书了，一会儿又说不喜欢这里，要去日本读书，让我很头疼。正赶上这几天观音菩萨保佑我念佛班，我听您开示的时候也不经意地让孩子听，正好师父就讲15岁这个年龄阶段的问题，我一下子眼泪就流出来了。菩萨听见了，师父听见了，他们在帮助孩子。孩子就坐在我旁边一直听，也不走开。我觉得他听进去了，态度好了很多。到了新西兰之后，我们两个都没拌过嘴。我听您的话，一定要慈悲，用爱感化他。我听师父说，人力解决不了的就交给神力。我连续点灯，还做了传播《无量寿佛经》的赞助。今天到了新学校报道，孩子都很顺利，情绪也好。希望金菩提宗师给他心里种一颗菩提种子，浇灌他生根发芽，身心健康，安心读书，学业有成，以后可以自食其力。感谢宗师这么短的时间就让我们的生活顺利了很多，我余生都会跟师父您一直学习，多做功德，消除罪业，求得解脱。这两天跟随师父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我又多长了一颗朱砂痣，看来佛菩萨没有放弃满身瑕疵的我，慈悲度我，还让我遇到这么好的您。感恩佛菩萨，感恩师父，顶礼佛菩萨，顶礼师父。这是一位新网友，哎，师父啊、嗯，
你看他的见效特别快，很快吧？真是。第一个是自己本来是还因为去新西兰要送孩子去上学，因为疫情进不去，只能耽误在了泰国，然后陪着孩子学英文。哎呦，就是在等的这个烦躁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师父的 YouTube 频道，心安下来了以后，就好好学英文吧。结果没想到之后，哎呀，很多手续就特别顺利了。嗯，一下子就顺利入境，办完了这些入学手续，还把顺便把孩子也给教育了。哎呀，这个就是我特别想跟孩，就是跟现在的网友们分享。前几天不是师父为了教育这十几岁的孩子也是吗？哈，跟大家都是很真诚地讲了很多这个人生的道理。其实啊，我们好多网友也发了信来说，哎，求师父，师父啊，您能不能骂一骂我的孩子呀？希望您能把他们给骂醒啊！就是好多家长都给我们写来了这样的信哈。其实何德有幸啊，能够让师父这样直指人心的教育，能够让孩子开窍。其实我想分享的这位网友，他的女儿也是这样，听懂了师父的教育，一下子就改变了态度，和妈妈相处就变得很融洽很愉快了。就其实孩子是听得懂的，我们父母亲千万你自己舍不得那样的痛下狠心的去就是管教你的孩子的话，其实你看让他们听师父的开示，孩子还是听得懂的。所以我们就对教育孩子这方面听师父的开示太管用了。对，嗯，这个得罪人的话我来说。不是，问题是这父母说孩子听不进去不顶用，师父一说呢，哎，摄受力啊，没错。哎，就是我呢能看到孩子的他的潜质，就是他的潜在他的未来的命呢，我差不多几乎都能看到了。哎，所以我们现在刚才读的这个故事哈，对，就是这个网友小兰，就是送孩子去新西兰读书的这个哈，是，对，这他这个孩子呢未来是一个是很有福的一个人。哦，他太好了。对，这个孩子带着很大财富来的。哎呀，真好。并且他自己还很有创造力。哦，我觉得他就像一个金凤凰。哎呦，真好。他是这样的人。哇，对，所以妈妈不用太担心，太好了，这个事儿，妈妈就好好念观世音菩萨就好了。对，你就好好修。对了，你那个孩子啊，就是船到桥下，头自然直，自然直啊。对，你做这个功德，孩子到点就懂事儿。你看，对。对，他这个小兰真的是他跟观世音菩萨很有缘嘛，一直是念观世音菩萨，结果观世音菩萨就把他就引到师父这儿来了。对，他是求菩萨给个明路吧，结果在 YouTube 上就看到了师父。求菩萨的，菩萨知道他会尽量都会把他引到我这儿。对，是那天我们分享那个绿度母的那个师姐也是嘛，是，对，说你找一棵树，完了哎，他一找那棵那结果就是走八卦的。对对对。啊，还分享一个也是很有意思，我们的网友写的。哎，我们是不是先给前面的给个啊、哦？小的，好的，是吧？嗯，哎，好，这个呢，这个小珠子，这个呢，彩色的这个五彩的宝珠呢，啊，给我们的小朋友哈，孩子的，这是孩子的哈。嗯，这个绿色的这个宝石珠呢，嗯、送给这位妈妈小兰的哈。对。对，你这孩子真的是有福哈，是个金凤凰来的哈、嗯、不用太操心，他一定是非常棒的孩子哈，太棒了啊，你是有福呀、嗯、真是、嗯、对，好好修，好，祝你们全家如意吉祥哈，收到，感恩师父。 嗯， 嗯，我刚才想说的是，就是说网友们真的是要听从这个佛菩萨一些神灵的呼唤跟指引。有一个网友他写的也是，就他的身体健康出现问题，然后也是就是哎呀求医问药哈，然后呢他呢自己就是有供奉那种神灵的，他是那种跳童的，他就问他供奉的这个神灵说，我怎么办呢，要在哪里能够找到出路。然后他那个神灵就告诉他，你要找一种修行的方法，
那个修行的方法是有哼哈的，嗯，然后他是上哪儿找啊？这对你听不懂啊？找哼哈的，在哪找啊？对，什么叫哼哈法呀？对吧？对，也听不懂啊。哎，结果有一天他在那公园里头就看见一群人围着树走完了，站在那儿哼哈，哇，就找到了，原来是八卦内功。嗯、对，那他现在身体也健康了。哎，哇，真是都是引导来的。所以菩萨都很有智慧的，有的时候就知道你说，哎，去找一棵绕着树转圈的、嗯、啊，还有哼哈的，反正都会给最明确的指示，告诉你去找到我们。对、嗯、真好，真好玩。是菩萨好智慧啊！是是是，嗯。好，还有分享吗？这么多真是很好玩哈、嗯！我听到这些，好又有意思啊、又让我很开心哈！对对，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都应该从中会吸取到很多的经验哈、哎，启发。对、嗯，大家也在不断的留言哈，也在留言，是很多人都是很受益哈。嗯，对对，嗯，所以这个你看，这个人生之中，刚才我所感慨的那么多的方面。其实光靠我们的人力的本身是不太容易解决的，你就光一个子女的教育问题，就是让所有的家长都又担心又头痛，是吧？这有时候啊，又怕跟你说重了啊，说重了又怕你接受的时候不舒服，说轻了吧怕你又记不住又不听啊，对，真的为难啊。那有些孩子呢还乖一点，有些看似很乖的孩子，他有的时候就有一天突然之间就变歪歪了，啊，因为外面的诱惑特别多，啊，今天又有一个手机和手机这个多媒体的这种讯息哈，什么讯息，这孩子们都是早早就知道，那么更多的讯息它是干扰孩子的心智的，他把你的眼睛、耳朵、手全占住，啊，就像。如果在40年前要说有一天有一个人拿这个手机，最后全民都是拿这个手机像傻子一样在那玩，你都无法想象，而且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厉害。那些各种的吸引人的但是并不健康的这些东西哈、啊，会利用这个手机把每个人的眼睛、耳朵、身体欲全给占住，甚至还能误导你的精神世界，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我们呢做家长的哈、啊，要早点修行啊，多做功德，就让你这个孩子呢到时候就能得到佛菩萨神灵的这个加持和指导，这样哎，他们遇到问题之后他就好像有了大智慧一样。哎，对，所以我提醒家长这一点哈、啊，其实生活中诸多的这种事情，这些烦恼，你追求情感生活呀，啊，完美的家庭生活呀，啊，追求财富啊，追求事业啊，等等的这些，你要有那么大的功德。就我都没有学好很多东西，就我的那个看人的那个低级的水平，几乎不是所有的哈，多数人看一眼打量一下就知道你吃几碗干饭，就是说吃干饭是啥意思啊？就你这一生。你是要劳劳碌碌没饭吃呢，就有没有什么成就啊之类的，或者是能取得成就啊、嗯、几乎多数人都看得很清楚。那这个是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叫命运学说，对吧？哎，所以你越赚不到钱生活的越艰难，反而呢你付出的这种体力和痛苦就越多，就是你生活的越不容易，可是你的收入还就越少，事实这样的，就你收入越少，你还有自信吗？你还有人格吗？没有，尊严都没有。对呀，你想让自己孩子得到优质的教育，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好的学校，就是你像在加拿大，好的学区，那个房子多贵呀，对不对？比如说，最普通的学区的房子100万一套。好的学区可能500万，那么更好的不得了的就可能大到1000万，对不对？那就是这样子。那你要想让孩子有这样的得到这样好的教育，改变他的一生的话，你看我们就要多么努力做家长了，对不对？但你想有这个成就其实很不容易啊，他
他其实还需要有那份功德。当有那份功德的时候，这个佛菩萨也好，这些护法神也好，到关键时候就会指点你。就像走的三岔路口，你到那个时候，你自动说，比如说往右拐就是最吉祥的。他到那个时候，你脑子里收到讯号，哎，往右拐，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我就往右拐了。哎，很多就找到金矿了。那有的时候这是撞运气，这不是撞运气，啊，这是佛菩萨引领，就是这样子。所以多做功德呀，哎，所以这个功德不光是利益自己哈，还利益自己的未来，还有儿女子孙。这个功德它能传给后代，这个它这种传的这种能力比遗传基因还厉害，功德就是这么强大。哎，所以有些我们在看到他有家里头一位老奶奶做功德哈，最后你发现他孙子都很棒，他不光是他儿子很棒，他孙子都很棒。哎，有的我们看的有些就能够让他就是有五代十代的这种富贵功德，哎，这一般人不敢想象哈。对，还有的传承的更久的，哎，就像之前我们讲过，国外有一些大的百年或以上的企业，对不对？就家族性企业，有的有长的，咱们查到是不是有300年以上的？是不是？德国的啊。有一些德国的企业都是两三百年的，对啊，日本的，你比如说100年的话，至少传了4-5代了吧？对，那美国、欧美很多。你像那个福特汽车公司，对，到现在是第4-5代是人在掌门了。对对对，哎、是，对，这就是百年企业了哈。对对，那传了200年呢，那你算嘛，就是8代到10代了。对，那如果有这么大的一个传承的这个大富大贵的话，他的上代人做了多少功德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呢他往往有的时候你看他的形象之中能看出来他就带有这么大的富贵啊。这个那他为什么长出这个富贵的脸来呢？同样都是一个人生的，怎么人家天生就是富贵脸，那我们怎么是一个贫苦脸呢？这是前世的功德，就是带来的福气，这人一降生就带财富来了啊。人家这一天，我们是按一年我挣了一点工资，人家按秒钟来计算的，啊，世界巨富一秒钟收入几十万美金，按秒，对不对？那咱们一般人呢，你干一年也挣不了几十万，这能难死你，对不对？哎，真是，所以这些像按照我妈的话，人家是修来的福，修的啥呀？修的是慈悲善良啊，哎。好，那个接下来呢，我为今天呢幸运的网友哈，我们抽查到的一些幸运网友啊，我要读出来观世音菩萨保佑你的祈福名单哈，都是抽查来的哈，在众多的来信之中。好，观世音菩萨保佑你。谢君兰、郑青梅、瑞朵、全正书、马思琪、蓝少、王凤、蒋道碧、段德才、老七、徐凤顺、彭巨忠、赵青、张桂荣、杨荣芳、黄花、金燕贵、王薇薇、易昂、李之贵、江君浩、博文、林雨通、小文、陈运红、徐燕芬、田振国、刘武松、张哥、张晓、李慧、周英卫、果门老婆啊、Catherine、严芳薇、金阿布、永苏兰、曾成阳、
贝藻、小心、朱松伟、刘春友、常杰、轩云的媳妇、李楠、轩云的媳妇李楠、李政委、马德利、苏洪恩、赖冰、李秀云、余克耀、念浩、捐本。大慈大悲感恩师父，观世音菩萨会保佑你，还有保佑今天所有的有缘的朋友们啊，你会健康长寿，大福大贵，幸福快乐。好，我们准备开始念佛。南无观世音菩萨。
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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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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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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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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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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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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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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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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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
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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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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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
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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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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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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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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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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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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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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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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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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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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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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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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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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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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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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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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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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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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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双手合十，最真诚恭敬的心，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吉祥如意，健康长寿，幸福快乐，成就我们所有的愿望。感恩。我们在诵念的时候，网友呢还在不断的发讯息给我们哈，看起来都是挺吉祥、挺好玩的哈。屋里，好，师父好，很有意思啊。我们的这位网友 Shining，他就是在这个现在念佛的过程当中抛出来他的一个分享。记得2013年，我在新加坡禅堂值班。突然有一位女士走进来，她说她是教徒。我问她，我们能帮您什么吗？她说她的神指引来，因为她失业了，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我就请她去师父的法灶前，祈请师父帮她。她听后就走到师父法灶前，双手合十，默默地不知道对师父说了什么。过后就很高兴地走出来，告诉我说他的工作有着落了，刚刚接到电话叫他去工作了。这不是求了就立刻就应验了呀，真的叫立刻马上。啊，这个立刻马上，这个真好啊。嗯，如果都这样才好。对，而且还是他的神指引他来到我们菩提禅修来求师父来的。哦，你说真的很有意思吧？所以众神也都很知道。哎，是，嗯，是，他的神知道我喜欢管闲事儿，是有求必应。我们菩提禅修师父有求必应呢。嗯，是不是很有意思哈？很有意思。好的，我们再看看还有其他的网友也是哈。对。好，还有一位是这个感恩佛菩萨，感恩师父。之前在念佛班上，师父说填写祈福表的名单会打印出来给予加持，供在佛前哈。所以当时他还要想问清楚什么疼痛才填写啊，因为他要动那个脚部要动手术嘛。结果他7月21号那一天还在询问另外一个医生，等医生看完他的 X 光片后说，你就脚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抹抹药膏就行了，完全都不用动手术。他说这也太好了呀，他说这是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还没来得及填写祈福表呢，就得到加持与护佑了，这个脚都已经好恢复好了。这是道佛知啊，这是真的是好神奇啊，也是立刻马上就好了。还有这个甜甜的网友，他说，师父好，姐姐不再吃安眠药了，我姐的失眠症很久了，吃安眠药已经是十几年了，她今年回老家正好赶上这次师父的观世音菩萨护佑我的念佛班啊，她也有试试的心态跟我们一起听师父的课，奇迹就发生了，她第一天听完课后那天晚上就不吃安眠药了，而且睡得特别香特别踏实。我姐高兴的见人就说，师父的法太神奇了，让朋友们过来听一听吧。姐姐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再吃这个安眠药了啊！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十多年的失眠症，听师父一堂课就睡踏实了。嗯，多好，这个很正常
很正常。对，一般失眠症在这里都是个小事哈。哎，对。对，还说一个题外话了哈，也是一位网友说，特别感恩师父对他儿子的事业加持护佑。这个，比方说他儿子是做外贸的嘛，就是最近就是西班牙客户那边产品一直不发货，一直压着，所以不发货他就收不到钱。特别有意思，他就着急呀，因为这个钱一旦周转不过来，就儿子这边事业就一下子就陷入了泥潭之中了，所以很着急，所以这个妈妈就为他点了灯，也做了赞助这些哈。现在到了念佛班第六天，就接到儿子发来的视频，说发货了，发货了，终于客户那边发货了。你看，菩萨还管催货的事儿，真的是有意思。众生所求嘛，哎，对。所以我们经过这个诵念哈，与菩萨与佛沟通哈，有很多的奇迹哈，这真是奇迹，不可思议。哎，因为我们现场的小朋友 ，Hello Hello 丫头，你那个前头这个辟谷多少天了？童，哎，哎。师父好，我是从那个五月份开始辟谷，五月辟谷半个月，六月辟谷半个月，七月到现在，在这个课上已经辟谷第七天了。嗯。然后我在辟谷整个期间瘦了35磅。哇，你一共才多少磅啊？你都不胖啊你？瘦35磅。嗯。好家伙，那你今年这三个月加起来一共多少天不吃饭了？十五、三十七天差不多。哇！对，而且到现在，我每天我就只吃一根香蕉，然后，而且这次的辟谷状态特别好，整个人就是瘦了很，就是特别的轻松，轻松，然后睡觉起来也是一下就能爬起来，真是变苗条了啊！之前你都不胖，嗯、关键他瘦了30多斤，你这个哇！对。你这个衣服都得换新的了吧？啊，对，都穿不了了。对，那个号就变得觉得很宽松了哈。对。啊、哦。哦，对，对我们这个帅哥哈，哎，你可以用英文还是 English 韩语也可以。师傅好。啊。I fasting for 44 days and then I lose around like 12 kilogram. 12公斤，24斤。哦，减肥了二十四斤。对，他辟谷44天。辟谷44天，哇、哦， yeah. 是，但是他的身材我们看得见哈。啊、嗯。之前他那个肉哈，说什么叫胖呢？不是砸倒炕的事而是没有，他脖子之前都很粗，对，那才叫真有肉，而且肚子啊、屁股啊，这真是有肉、嗯。现在真的是很瘦了很多。瘦了。对，完全轻瘦了、啊、他减了这么多，24斤。感恩师父。嗯，对，因为他是韩国人哈，嗯、对他，你看瘦了这么多、嗯，一般都不敢相信的。真的。对，所以就觉得，那我们刚来的朋友就觉得，那你们一起集体在骗人。对，你可以试试看哈，这是不可思议的、嗯、啊，嗯。这个还特别好玩，师傅，就是跟你讲一个故事哈。嗯、就之前我们也是，嗯，温哥华禅堂之前嘛，我们就是疫情前，就是碰到像这个观世音菩萨陈道人，我们会开法会，就是这样子到现场、嗯。当时我们有一个师姐来，也是，她就特别，她自己就特别好嘛，走八卦呀，练禅修，也是受益很多。她就一定要想带她先生来，嗯，她先生一开始就是不相信，知道吗？嗯、但是呢，反正也是尊重太太，就跟着来了。他来了以后呢，还我们就在这儿念佛了嘛，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他也就是双手合十，但是他心里还琢磨着呢，哎，我就不相信他们怎么讲的这个事儿就这么神奇，他还在嘀咕那个事儿哈，他说，嗯，我倒是想看一看对我有什么益处，反正就是人家在念佛，他就心里在打这个，就是在嘀咕这些事儿、嗯嗯，结果这个法会一圆满，他就开始辟谷了。他一人家就是咱们法会结束以后不是都有共餐共食嘛，就给大家吃饭了哈。是。他吃不下，哟，他说不行，我怎么吃不下呢？这个我不舒服，我们回去吧。然后他就请了一些，就是太太就请了咱们的那些啊吉祥加持物就回去了，嗯、还有饮用水啊加持的吉祥净水就回去了。嗯。晚上也吃不下饭，哎呦，
一开始他会觉得是不是没吃好东西还是什么，早上吃太饱胃胀了，晚饭也吃不了，第二天早上也吃不了。他太太就想，那你一定是辟谷了。他说啥叫辟谷啊？他说就是在我们那儿要修好长时间，修得很好的人才能辟谷呢。啊，他说那我都心不太诚，菩萨都让我辟谷啊，就那辟一次谷以后立刻就信了，就是这样子。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也很好玩？嗯，他都没有学佛的这种基础的呢。对，这个说回来哈，那网友就会问，那我这个不吃饭也不饿，这个辟谷看似很神奇哈，嗯，就是说我信，可是这个辟谷带给我什么好处呢？哎，咱说我们跟前的小童，你看，你看他那个额头多亮，对，是吧？白里透红哈，又粉又漂亮哈，而且身材变得非常超美，这是年轻女孩都最追求的那个身材，嗯，现在就是她的身材的样子。她的肤色而且是粉红色的，粉红透亮啊，嗯，皮肤像透明 的，嗯，吹弹可破哈，别吹哈，啊，对。对，你想如果瘦三十多斤，你肯定想会出皱纹吧，对不 对，会怎么样吧，就正常的人如果是那样减肥，肯定会这样，嗯，可是彭彤他的好紧致，嗯，对，那我们这样的减肥的话呢，从相学上来说还不会破坏你的相，哎，所以你并没有觉得我们说相学之中忌讳的那个那种感觉的，他没有，而该圆满的美的地方，相中福气的地方，那些哈，该圆满就圆满，它不会因为你的体重减了，最后使你的身材之中有一种就是不够那么，富贵的相，不会，还是富贵的相，并且皮肤变美了，身体轻盈了啊。其实更重要的是，像他年轻没有事了啊，我们说减肥我就变瘦了，可是不是说你想能不吃饭就不吃饭的，那不是辟谷的这股能量，佛菩萨加持的话哈。你要硬饿七天人就死了，就是最厉害的抗饿的八天就死透了，就活不了，那是人命关天呐，啊，这个他是自然的，在得到了佛菩萨加持之后，他就不吃也不饿，反而吃了还不舒服啊。那关键这个会起到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是啥呢？就是救命，因为我们的遗传基因和业力导致的。我们此生此世这个肉体上，有可能有的人会引发了，我从头说哈，比如说脑炎、脑瘤，啊，脑中风，啊，还有提前的弱智和智力退化，这个等等都是你看与精神世界的疾病啊，头部的疾病，再就是心血管、心脏、血液、肝功能，啊，脂肪肝、肝硬化。乃至所有的癌症等，啊，所以这些病都可以要人的命。但是如果呢，你持续你这他这一年里头，他是持续多少天？加起来37天哈。嗯，我可以这么讲哈，如果你这一年之中如果有了一个达到30天或以上的啊，这个不是勉强挨饿来的哈，这是自然的。否则你会出生命安全问题哈，哎，健康不了反而会得病的哈，哎，这样的在修行中得到加持辟谷的，我相信我们刚才说的这几样病在你身上不会发生，是吧？脑血管、心血管啊，这个肝脏疾病、肾脏疾病，这几种癌症，甚至红斑狼疮等等败血症都不会发生。对，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这一生之中有一年连续如果有了这20多天就够了，就是这样，这是救命的呀。那如果说之前你看咱们说阎王爷那三把刀哈，如果有两刀在你脸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半个月的辟谷的话，我相信那两把刀白划了，没有用，你的这个问题就基本上就解决了。对，如果说身上已经有了肿瘤的哈，这个肿瘤我也相信3年之内，如果你不造很大的业和犯大错的话，你的肿瘤很难再往大里去发展，很难再往恶性里或者扩展等等，几乎是不可能的，就会被控制住了，就是可能肿瘤有，但是你是安全的，
啊，所以它有很多奇特的效果。当然最最初级的一个效果就是说人变美了，从身材美、皮肤美、健康美、轻松快乐啊，你想不到一个禅修引发了还这么多，还有美变美的这个说法，嗯，这是我们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对，昨天我们讲到这个，像如果我们在修行中得到这个功德朱砂的话，你看有网友给我写呢，有的他数了数身上五个，也有六个，也有三个，说这头两天在脸上长了一个，等过两天手上又长一个，哇，这不得了！这个斑，在这个斑上你能够长出一个来或一个以上，你就是大福大贵哈、啊，哦，那消灾灭难的就不得了啊！对，所以很多网友都有，你抽空自己看一看啊。对，就是那个小点吧，小红点特别红，特别亮，你在多少天之后它还是亮的，这才是真正的这个功德朱砂啊。这个特别好，会得到真正佛菩萨天神护佑的，嗯，就那么多的吉祥好处哈、啊，等着大家。所以你那份真诚，你不要急于求成，哪怕念了一共加起来一天一个小时，你念它一共七天七个小时之后，有很多的作用已经出来了。那如果你一天抽空念两个小时呢？那七天呢？那作用力就大多了，对于你的健康的这个改变也特别大。比如你现在有病啊，对吧？你一天一个小时的作用和一天念两个小时，它就形同于三个小时的作用。念两个小时，因为你连续性的效果会更好。当然，我说听我这样讲的本身也是获得价值啊，念佛的本身又是获得菩萨的价值啊，对，那个作用力是非常巨大的。嗯，咱们看网友的一些问题的话，如果还有可以去提问啊。感恩师父啊，有网友就是说很感恩师父给我们大家介绍这个绿度母啊哈、嗯，我们也有分享这个绿度母跟我们同修的缘分。嗯，对，那么就是师父也稍微介绍了一下这一尊白度母，但是也想请师父再多介绍一下白度母跟绿度母他们。虽然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不是还有一点不同的吉祥护佑呢？对对对、嗯、白度母呢，先讲一个基本特征哈。白度母是观世音菩萨，他不是化身无量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具有二十一种这个菩萨化现形象之一啊，是最重要的一尊化现的菩萨啊。那他有七个眼睛，就是手心脚心都各长一只眼，就一只手上一只眼，就是两个手就一对嘛啊。对，嗯，各三个，对，各三个自己的双眼，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是两个手两个脚，再加上自己的两个肉眼，再加这个印堂这里有一只眼睛，一共就七只眼睛啊。所以在过去也称为哈，在藏地称叫七眼佛母啊。那这个它就代表着，大家说七只眼那么多呀，你想要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呢，对，七眼就不算多了哈。那么七眼主要具备的是什么呢？它就彻底觉悟的意思，对吧？当我们的心灵境界的那个视觉，把人生、把过去世、把未来世，前看七百世，后看七千世，是吧？所以这个七眼有多重要呢？是吧？还有护佑着我们全家哈，能获得七种吉祥，是吧？就是说，供养这个白度母菩萨形象的你这样的一个家哈，就是。应该说几乎就没有灾难了，按照佛经所说的一切都是吉祥的啊。你比如在藏地，它是养牲畜，养牛养羊养马，是吧？嘿，牛养马不得瘟疫啊，不会被狼虫伤害啊。你这个家人呢会得到护佑，不管骑马也好，骑牛也好，打猎也好，你是永远有收获，就不会受伤啊，护佑你出入平安。对，
还说没有什么冰雹啊，嗯、什么这些大风啊，吹不到你们家。其实也是靠天吃饭嘛，大雪、大风、干旱、瘟疫，是吧？哎，这些他都不会有。我还记得以前我们有位网友也是写信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好像是他家就是种地的嘛，嗯，但是有一次就是真的是下了冰雹了，嗯，那他就是在修炼我们菩提的，就是这个冰雹就是，对，就是别的他旁边的地下开了，都被冰雹砸了，就他家没有，就是他家的都好好的，就像烧房子那个事儿一样，没错，两边都给烧了，就我们家那个没烧，没错，他那个鱼塘也是，是他们家的就没事。哎，你说是吧？是，对对对，嗯，真灵验。对，嗯，所以供养这个供养这个七眼佛母哈，就是能得到那样多的吉祥哈。对，所以就是保护着你的家了。像过去我的师父，过去有一些藏地的人就供养了，说我们家你那个草场，你知道你去过没有？说没有，你知道知道你们家就可以了，啊，做一些供养布施啊，一定要啊这个。仁波切呀，你那活佛，你要保佑我那个，我的我家这个草原哈，这一切都是平安吉祥，不要被各种的这个刚才说的天然灾祸给折腾了，嗯，就说好吧好吧就可以了，嗯，给他加持灌个顶就走了。就有的时候赶上瘟疫年哈，旁边好几家牛羊就死光了，就他们家的没事儿，就像从来没发生过事儿一样。奇怪吧，嗯，所以有时候你都对，还有的时候那个特别加持过的那个，比如说有他们那个坐那个大车车翻了哈，哎，坐大卡车车翻了之后，上头坐了七八个人，那几个都出事了，那个得加持的没事，当然说出来挺自私的哈，但有的时候他就是机缘，你得到这个加持护佑和他没有得到这个加持护佑，就结果根本就是生死两重天呢，是 是，对，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哎，说那我网友还想知道，就是说，嗯，如果为父母求长寿，哎呀，哎呀，供那你是找对了哈。哦，这个咱们这个七眼佛母哈，在藏地来说，他就是标准的长寿佛，是 啊，长寿三尊之中的主尊哈。哦，对，长寿佛，哦，那太好了。对，在菩萨界之中，他是最代表着长寿的，嗯，啊，所以在那里祝福哈，如果给自己的老人，你如果家里特别有钱高贵的话哈，去专门去供奉乃至找人定制啊，这个七眼佛母呀，啊，就是白度母哈，啊，哎，来祝福，嗯，啊，或者有他定制之后就供到庙里头哈，嗯，之后祝福自己的母亲或者奶奶健康长寿，嗯，啊，他也是长寿佛的一个一种，对，嗯，哦，对，是，就是又有财。又有富贵啊，对，又有这个，关键是长寿，嗯，哎，对，这七眼代表七种吉祥的意思啊，是，对，那我这一尊我收藏的这一尊菩萨像呢，它这是清代的啊，嗯，它是手工敲出来的，嗯，像我们有很多的藏地的铜佛像哈，啊，多数的是什么呢？有模具和铸造的，铸造的，把那个铜哈，啊，烧化溶解之后浇到那个模具里头，之后再细加工啊，抛光啊，鎏金啊，镶宝石啊，那个啊，再加工。这个呢是用那个薄铜皮用小锤子凿，所以呢这个就是这有个工艺，我们汉地古老的一个工艺叫做锤叠，哦，锤叠加錾刻，你比如说这个莲花旁边这些莲花上的五佛冠等等的这一块就是镂空錾刻，嗯，啊，对，但是整个工艺呢也叫锤叠，嗯，你看菩萨的脸啊，那哪像一个啊那个金属的东西啊，嗯，是吧，嗯，那么活灵活现，那么可爱，真的啊，那么高贵啊，对，而且呢我因为我这个对于佛像我从小就接触哈，而且特别像做中国历史以来最美的叫青州佛像当中最美的佛菩萨的像，和那个有的一比啊，很如同如出一辙。你看青州石佛雕像哈，那你看一下，那个面部再放大一点啊，你看看，有点像吧哈，哎。
这个栩栩如生，就像活人一样的。这是在石头雕刻的佛像之中，就是在属于中国的历史上，哎，这是最像真人的写真的，而且最完美的石头雕像。真是美。在中国山东啊，青州的那过去有个古老的寺院的名字啊。那当时呢，不知什么原因，就是砸坏之后都埋起来，所以青州佛像雕刻的完美，但是它整个造像没有一个完美的，全在过去时期就给砸坏了而埋起来，是这样。它有当时政治变故的原因，对，但是它又是最精美的，所以天下的事情大家追求完美是不可能的，对不对？西方代表着这个美丽之神那个维纳斯，是不是啊？你看胳膊都敲断了。所以他的一切就是不完美之美，青州佛像是一样，是吧？青州佛像还有啊，那个菩萨像的那个脸容，你看看，和咱这一尊像，这个是佛像啊，还有菩萨像的，如果能找到就找，找不到就算了啊。对，和我们这一尊啊，同锤叠用手敲打出来这个佛像的脸有的一比，是不是啊？都是那么种完美的，真美。哎，对，是那种微笑感，对，这就是青州石雕菩，这是菩萨像啊。对，你看看多美，是吧？都不像石头的，就达到那个样子，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就是有血有肉的，是传神之美啊。那，对，好了，那你再看咱这一尊啊，铜锤叠的啊，锤叠雕刻的。哎，菩萨像，你看看，有的一比吧，美吧，对，而且这是在大寺院供奉出来的。那寺院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不能说这个名字哈，这是西藏的最大寺院之一出来的啊，对，是这样的，而且从清代就到现在哈，也是，至少也得有两三百年了吧，最少两三百年，对，对。那么久了，对，加持力、摄受力多么的强大！他那个佛展笑颜啊，就是特别吉祥，说法喜充满，就是这种感觉。对，所以是保平安，各种消灾哈，去病保平安，再有最重要的就是长寿。对，还有那这个菩萨头上那个冠哈，对，也叫五佛冠，也叫做五叶佛冠，当时呢，因为每一种解释不一样，师父告诉我呢，这个佛菩萨一旦带有这个，五叶佛冠的呢，有带有五叶佛冠的佛像、菩萨像，就是说，他就是度化众生无数无量、无边无际，他就可以享受就是人天供奉。只有带有五叶佛冠的这样的佛菩萨，才能够接受众生的供养，哦，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我也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这是师父告诉我的啊，对，他才可以叫应供。所以在过去释迦牟尼佛像之中，也有少数的像就带有带冠的，带冠才可以应供。你看，还有在明代的时候，会有弥勒佛带冠弥勒佛，才可以应供，啊，带冠弥勒佛也就变成是什么呢？叫密宗的啊，密宗的未来佛，啊，叫弥勒佛，他戴冠才可以应供，也就是更尊贵、更庄严、更具有摄受力，啊，佛光万丈哈，啊，如意吉祥啊，对，所供之地、所供之人如意吉祥，哎，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知识哈。太感恩师父了。那我就说这么多吧。太吉祥殊胜，懂了很多，真的。师父，那还有眼尖的网友也是说，看到了您桌上还展示了一尊特别就是造型古朴的这样的一尊法螺，哎，大家以前都不太常见的呢。对，很想请师父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尊法螺好吗？哎，谢谢啊。这可是我们一直讲八吉祥，八吉祥里那个法螺哈。今天我们对看到了。现场看到一尊这样的实物，对，法螺，首先大家没见过的哈，这个法螺怎么上头带有金属呀？金属呢是增加它的这个安全性和那种神圣的威仪啊，
所以看到金属的部分呢，现在这个金属亮面的哈，沙发上看多的人就懂得了，这是白银纯银打造的，也是叫锤叠人工打出来的，上面这有一条龙，叫龙回头啊，回头龙，这个龙啊，对，这样子。那往回看，龙嘴呢是对着这个螺的往外发音的那个方向，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龙的寓意呢叫龙天护法，希望这个声音，这个法螺声像龙的吼叫的声音会传到天边去的啊。所以当在法师在做法和念经持咒的时候，希望这个声音像这个法螺传远的那个声音寓意着哈，能传遍整个世界。这个螺从产生的就是从无到开始有旋转，就代表着一直传到无极之处，宇宙之初的那里去，让一切众生平等，一切众生如意吉祥啊。所以这些法螺呢平时并不用，不像军人拿个螺说睡觉了吃饭了起床了，是不是啊？起床号、睡觉号、吃饭号，这个不是，而是只有做大法会的时候才用，平时不用。所以这是叫大法器，平时是供在法台上的，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是大法器，这就是具有那个大加持力啊。所以希望这个与佛经相关的佛法等这样的声音哈、啊、所到之处，一切众生都能吉祥啊。哎，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法螺的意义就重了，是也是法音流转。对，嗯，上面这些银白银打造的这些地方，这些图案呢是以莲花为主啊，前面就是个莲花苞，但是它只是莲花苞有一些夸张嘛啊。对，再到这个后头这个把这里，你看又是一种啊超级的，就是长形的莲花瓣，比较长形的莲花瓣，这不太好拿。对，长形的这个现在还是能吹的哈、啊、今天我就不吹了，因为是古老的好几百年之前的东西。对，让大家知道一下。这里呢还有一个曼陀罗的图案，上头镶着一颗宝石，一颗蓝色的宝石，可能是就是伊朗的松石，嗯，好几百年前的。嗯，真美啊哈。嗯嗯，这个海螺呢在海里是有很多呢，但是这个螺不同。它怎么不同呢？第一个，它这个质地特别厚，质地特别厚。第二个，这是印度洋的海螺。师傅还能分出来是哪个洋的？当然呢。哦，他们说这个印度洋的海螺哈叫深水海螺、嗯、差不多五六百米之下的啊。深水海螺你在地上找都找不着，没有，只有深海之处才有，但是人的潜水能力达不到那么深，你下不去的，所以得到它很难的，非常艰难啊。那么印度洋的海螺呢，它这个螺心到张海口的这个地方有三道吉祥的横纹，我们也可以称为叫三才啊，三才啊，也叫三摩地纹啊。对，是吉祥深入禅境啊，达到智慧状态的这个意思啊。对，那别的海洋里没有这个，而且没有这个质地，这个质地啊像啊，它不干，很油润，这我们什么都没抹，就是这样的油润，而用了好几百年了。这个用的时间哈、啊、变成这样的一个镶嵌的法螺超过了350年，比清朝时间还长，这个法螺。对呀，那就是明朝的时候了啊。对，所以多少次大法会，多少代的这个对大宗师、大宗师、大法王在讲法的时候、嗯、吹响了他法螺。对，平时呢就供在他的那种大殿里头，哎，那个大经堂里头供着，嗯，这样，嗯。我看那个经书中的《法华经》中那个序文中写，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要讲法的时候也要吹响大法螺、嗯、对，嗯，就是这个意思。哦，对，这就是大法螺佛法流传、嗯、对。那这个如果我们供奉在家里的佛台上，那这个太吉祥了、就形同于
供养了一尊大佛像，哦，就是这个意思，哦，对，很难得的，哦，嗯，真感恩师父，我们今天真是开长见识了，开眼的，非常难得，嗯，非常难得，哦，对。它这一面里头呢，嗯，又是一层，就是尼泊尔红铜，红铜的薄铜皮在里头镶嵌，哦，它托着那个银，托着它的反面呢就是银，银嘛，对，银雕刻的，垂叠雕刻的。嗯，里面就是这个红铜的，哦，一个衬，啊，一个衬，哦，嗯，又保护它，嗯，哇，太吉祥了。那师父，我们在台湾慈悲印上也有一个一个法螺哈，嗯，他写的也是师父珍藏的，是，也是一个老法螺，是，是，对，那个好像就没有这个有那么多的这个威仪的这个装饰，对，对，他之前有。你在看那个法螺照片上，那个头上不是有个缺口吗？哦，对对对，他之前镶嵌这个银的装饰物，那个在后来因为太老了，哦，就给孩子调皮呀，就脱落了，就给可能弄给弄掉了。哦，怪不得。对对对，哦，是这样子的。嗯，尤其经历文革的时候啊，嗯，他这样一镶上这个，他说宗教用品就给你砸了。哎呀，太可惜了。有的人为了保护他，就没办法给拆了。拆了放一个螺，他觉得是个海螺，你不能说宗教用品，是，对，他有各种的政治原因，哦，对对，那个也是应该是250年之上了，哇，那也是清早期了，对对 对, 对，是这样，对，那个也是印度洋的，刚才那照片上也是有天，也是有三才。我珍藏的凡是称为这个古老的法螺哈，哦，它一定是印度洋出来的，哦，嗯，是这样，太棒了。咱们亚洲这面的太平洋这面呢，嗯，它那个螺它的颜色厚度都不一样，嗯，纹路都不一样，哦，啊，所以它是有差别的。哇，真的开眼，嗯，就大家不知道也不然。不知道，我们不懂这个知识，嗯，这个很宝贵的，很宝贵。佛像难找，好佛像难找，是，但是好的法螺更难找。哎呦，真是，嗯，将来我会给你们讲更高级的法螺，这已经够高级了。对呀，还有啊，哎呀。这个佛宝哈，没办法深挖，特别神秘，特别神秘，慢慢再讲吧。嗯，还有更有意思的法螺，满心期待。嗯，对，就这么特别哈。感恩师父。嗯，好了，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宝物哈。对我们这个念佛班呢，我觉得我特别的自在。啊，每天在那种幸福感恩之中啊，就我自己都觉得得到菩萨啊每天每时每刻的这个关爱啊护佑，哎，就是让很多人在这一次的念佛班之中哈，啊，让很多人能够受益啊，我在加持的时候，念佛的时候，打坐的时候，乃至睡觉的时候，哎，这个菩萨都会警示给我，知道吗？有这样的特别高级的加持班，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多。如果我们普通自己修行做事念佛，没有，说实在，我没有那么累啊。就是一旦要大加持来的时候，大家的那些病、愿望、麻烦、孩子不听话、闹离婚、什么企业要赔钱等等各种的压力来的时候，会集中到我这儿来。啊，在我这就变成一个筛选汇总，在我睡觉的时候就是把它分解的这个时候，哎，所以我到你们倒很舒服了，我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很累，哎，所以我在醒来起床之前的时候，我就开始再用功夫，啊，请助天神啊，将大家的这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麻烦都把它理清，解决好，解决好，解决好，安排好，我再起床。哎，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起床的动作要非常慢，哎，所以我睁开第一眼和到起床要30分钟之后，我要将这些大家的需求去分解，去安排，对，而还要每天一大早，还得，这我说的还是要一大早起床，再做我的功课，对，完了之后再给大家再来上课，是这样，其实自己也在每天用功。太感恩师父了，师父辛苦了，真日夜辛劳。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灾难啊，瘟疫，而且由瘟疫之后就引发无数大时代，
所以呢，我们大众啊，就是非常需要佛菩萨的加持护佑，啊，让我们能第一个保住健康，保住工作，保住收入，保住家庭的圆满，还要去护佑我们的子女们都能够顺利吉祥行正道，还将来甚至是还要吉祥的成家立业啊，还要孝顺父母，哎，对，所以有这么多的事情要保佑大家，哎，所以我有点累，就是但是呢我其实很幸福，又是因为帮助大家帮助众生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啊，只要你能够受益我就开心了，嗯，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嗯，好感恩。你看我们这个班有新旧网友是吧，都受益，对，你看有刚来的，对，通过在电脑上一查查到我们来来听听听，还觉得挺好玩，有缘分，对，又受益，受益，又再接着受益，对对，只要听的都会有受益，对，一定有受益，对，嗯，那我会认为呢，你只要听，现在听和未来听，我们这个班的这样的一个念佛和整个这个我来讲课讲法的这个过程，只要你去听，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最清晰的，啊，最明了的化身，啊，菩萨来立刻就站在你的头顶之上，来护佑你，来加持你，来祝福你，这是我所感受到的。感恩师父。嗯。好，我讲的内容就到这里，该觉真了。哦，嗯，好，那我也代表所有的网友再一次非常真诚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供养观世音菩萨，跟师父一起来念佛，积累功德。对。嗯，那也提醒我们的网友们呢，观音菩萨护佑我这个吉祥灯啊，祈福灯啊，哈，还有三个半小时吧，嗯，对，那可能就圆满了啊，我们抓紧一切的机会。是，那还有呢，师父以前给我们讲过的那一部经书《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这个功德项目，赞助经书弘扬佛法的功德项目，也是到今天晚上啊，我们这边的晚上也就要圆满了，还有三个半小时。那网友们还有你们的亲朋好友啊，想建一份功德啊，得到佛菩萨的护佑，尤其是呢以后想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脱离这个六道轮回的痛苦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项目，也提醒大家抓紧最后的这个时间啊。那么明天呢，跟网友们说一个好消息哈，明天我们直播的内容，那就是啊，所有的网友们跟着师父一起在 YouTube 平台上哈，来学习啊宗师讲解《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我们就一讲一讲的学习啊。明天呢，我们就从第一讲开始。那第一讲之后呢，啊，那所有的这一些后面的那些讲哈，一直都会发布在网络上。那网友朋友们呢，啊，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再去往下来学习。啊，是这样的，嗯，有中文、英文、韩一起发布在 YouTube 平台上，嗯，太好了，感恩师父，终于盼到了，嗯，对，那我们所有赞助的这些网友们，你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功德得以圆满，对，啊，也让这一部经书啊，师父的讲解呀，真的是在整个宇宙中去弘扬哈。对，然后去度无数无量的有缘人，嗯，那么让大家离苦得乐的同时，其中有我们的一份真诚发心，真的是感恩师父给我们这样做功德的平台，感恩师父，嗯，机会难得啊，是，嗯，那我们在这个菩萨保佑我的念佛班这个过程中哈，每一天几乎我们禅堂啊外面天空上啊都会出现非常吉祥的那个图案，啊，有的是七彩祥光哈，啊，哎，你像昨天前天，祥龙在，哎，祥龙啊，嗯，那个，哎，看能不能播出来哈，嗯，你看，那个龙，逼真吧哈，逼真，对，非常美哈，嗯，我记得头两天呢，就好像众菩萨、众天神都来聚会哈，是，
对，在天空之中哈，都是非常的非常的觉得幸福吉祥哈。所以这一切的天象呢，也预示着哎，菩萨会利益无边无量的有缘众生。收到，感恩佛菩萨。对，所有参与者都能得到。收到，感恩师父。好，最后祝福呢，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万事吉祥。收到。幸福快乐。收到。健康长寿。收到。遇难成祥。收到。圆满心愿。收到。好，再次感谢所有的网友朋友的积极的支持啊，我也希望大家永远的支持下去，我也相信下次的我们的直播内容会更加精彩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恩师父。是为了
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再有哭泣，不再有哭泣。